师长。嗯。行，来坐坐坐坐。林生啊，气派吧？啊？也许这不是嘉义想要的。伯父，如果叶江天今天不是个市长，您还会让嘉义嫁给他吗？平生，就算叶江天不是市长，你不还是个理发的吗？是叶江天市长和宋佳怡小姐的新婚大喜之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祝叶市长和宋佳怡小姐百年好合！举杯！恭喜市长！恭喜市长！干杯！生啊，原本这件婚事我也很犹豫，毕竟佳怡是给人家做姨太太，可是江天知道这件事就登报了，把原配给断绝了关系。你说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这么宠着佳怡，这要结了婚，那对佳怡该有多好啊。女人呐，就得有个人照着没想到您亲自来，请。司令，这就是内人嘉怡，严司令。司令好。嗯，真是绝世佳人呐！好看，这头发也好看，这是最时髦的。我去过上海，我见过最时髦的，也没这么好看。谁做的？他表哥。啊，哎，那什么时候请他也给我那个黄脸婆子做做，省得我每天回家看见他就生气。乔司令您说的，谁不知道严夫人是上海她有名的大美女啊。叶市长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恭喜啊。你猜我给您带什么礼物来了？哎，您能来就是我的荣幸。嗯，拿上来。司令，新婚之夜，给你壮壮阳，
一副路边，两坛壮阳酒，这对你好，啊，对新娘子更好。报告。嗯。司令，紧急电报。嗯。部队马上要调防了。所有师以上军官立刻到司令部开会，军情紧急，看来你们的蜜月就只好马马虎虎了。是，司令，我是党国的军人，能为党国效劳是我的荣幸。对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新娘子，我只好把你的新郎官给带走了。我非常愿意把他捐献给国家，抗日为重，对吧？对，人好看，觉悟也高。嗯，诸位，现在我宣布，婚礼到此结束。最后，我们得唱个歌。唱什么呢？大刀歌会不会？会。很好，来，大刀响。预备，唱！刀枪，鬼子们低头唱大曲，全国爱国的同胞们，抗战的一夜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夜来到了。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，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。佳怡，佳怡，在部队里等我回来。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部队就是我的家，以后也就是你的家，就待在部队里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小马到，送夫人回屋休息。是。夫人，您请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这女婿还没过来敬酒，这就散了。这就是我们师长的房间。您的行李一会儿我让人给您送过来，您先休息吧。如果有什么事，您可以叫我。我先下去了。谢谢。
小朋友，我来帮你们放吧。家那位呢？他在那边喝酒呢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看你这表情就是有事儿。至于吗？不就是个娘们吗？再说，你不结婚了吗？没事。早点休息吧。做媒好不过三代，傻老娘们非趟这趟浑水。作孽呀、啊！不就是个理发师吗？干嘛那么拼命？要是以后都剪不了头发了，你要我怎么赔啊？佳怡，这画里该不会是你吧？就是我。平生，平生，啊！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你为什么要回来？这里有多危险啊！我以为你死在里面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可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们说好的不见不散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等你的。所以，我是不会和你分开的。就算我们永远做不了夫妻，还要留在离你最近的地方，守护着你。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，你会离开。佳怡，你的手怎么了？鞭炮炸的。为什么要放鞭炮啊？为你高兴。我嫁人，你高兴。你怎么不把手扎断了？